你说这李婶啊，就知道干农活摘茄子，把我自己放在这里等这个男孩，到现在还不来，哎呀，这急死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完了完了，这不迟到了吗？这，哎，在那呢。哎，你好，你是今天相亲的是吧？是啊，你是临时介绍过来的。对，我是大鹏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来晚了，我这家里边农活有点耽误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行，没事。第一次和你约会就迟到。没事没事，那要不咱们就聊正题吧。行行。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相亲嘛，你就有什么想问的，你就直接问就行了。那我就问了啊，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工地干活呢，你看今天穿的也不好，就回家随便换了点衣服，就直接就过来了，别见怪啊。没事儿，这农民工啊，我也不见怪，毕竟这个劳动最光荣嘛。还有，我想问你，你家里有没有房？你说房子啊，这离得太远了，我离近点跟你说。你说房子老家有一套，厂里边买了，还有8年分期就还完了。不过房子不大，110个平方。那还挺好的。那你有没有车呀？车，有一辆车，但是车子不怎么好，在工地干活都是脏活累活，有个4-5万的车。没事儿。反正车嘛也只是个代步工具，好坏都差不多，以后挣钱可以再买嘛。还有你这一个月工资拿多少？我这工资不高，在工地干活嘛，咱家里边行情你也知道，一个月4300块钱。还行吧，反正家里工资都不太太高。你看这王姨肯定干活累了，坐在那边歇着呢。对对，你看王姨今天天太热了。王姨，你在那儿好好歇着啊，一会儿我给你买水喝。对了对了，王姨在那儿歇着吧，咱俩聊咱俩的。那行，那我再问你一个我自己比较在意的问题，就是你喜欢干家务吗？喜欢看孩子吗？你说做家务啊，我这只要工作不忙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帮你做家务。以后等这就扯远了啊，我说万一以后咱俩有了孩子，到时候我肯定会帮你看孩子的。那行吧，那我也没有别的事了，要不你看你有没有想了解我的，你也可以问一下。我问你的没有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个，你今天对咱俩相亲感觉怎么样？那行吧。那你要是感觉还行的话，要不咱俩加个微信，我扫你。行，你同意一下。我感觉咱俩今天相亲挺愉快的，要不这样吧，这天还早着呢，我带你进城，咱俩吃饭去，边吃边聊。这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咱俩边吃边聊，正好增加增加感情嘛。走吧。那行吧，走。王姨，我明天过去了。啊，行。我走了，王姨啊。妈，你说这我姐啊，相亲都相了几天了，这个男孩到底长什么样？他说的今天让我们在家等着，他带过来看看。怎么都到这个点了，还不回来呀？应该快回来了吧。是啊，等他回来咱看看。好，你呀、啊、好好把把关。好好好。妈，这前几天呀，我听我姐讲，这男孩啊长得浓眉大眼睛的，这具体什么样咱们还不知道呢。你看我这都迫不及待了。等着吧，应该啊快到了。妈，姑，这男孩要是来了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问问，要是不行的话咱们呀就不同意。那当然了，你说你姐找她的明明大眼的，这找男朋友肯定要找个好的，对吧妹妹？对呀，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呢。那是。这是你家是吧？是的，大姐，下来吧。行，我这连你家
咱俩才刚处没几天，合适吗？没事，你说你平常叔叔的，这嘴巴不挺会说的。再说我妈才见见你，那就到家里边发展我的特长。走吧，走。你走前面。行，我不行，我还是紧张。行，走吧。妈，来进来吧，进来坐吧，大鹏。哎，妈，姐，哎呀，你们回来了啊？妈，这是大鹏。王经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董事长，姐，啥董事长？妹妹，你不知道，他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。哦，王经理，这好巧啊。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妈，这怎么什么给什么啊？什么董事长啊？大鹏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倩倩，其实我和阿姨是同事。啥是同事啊？我们呀，上下级的关系，他是我们董事长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呀，妈？这我都被你们两个给整懵了。是呀，妈，你解释清楚，我们听得稀里糊涂的。你快说呀，大鹏。倩倩，不好意思，我骗了你。其实啊，我是陆航集团的董事长，这阿姨在我们销售部是经理，王经理，我们都这样称呼。对对对，我们两个就是上下级关系，他是董事长，我是他的员工。闺女，你们先说话，我呀去到厨房给我们董事长做两道好菜。是王经理，不麻烦了。哎呀，没事的，你呀很少来我们家，今天啊我要把我新拿出的做给你吃一下。那行吧，王经理，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帮忙去。好，妈，你们在那边坐着说话呗。慢点吧，慢点，走，快来菜。好。你说大鹏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不相信我的人品吗？你还骗我？我不是不相信你。这不是之前我在公司里边谈了三个女朋友，而且这三个女的都是贪图我的钱财，我是被骗怕了，不是被钱骗怕了，是被感情骗怕了。那你的意思也把我当他们一样的人了，对吗？也来试探我是吧？不是不是，我这之前想的是见过你家长之后就告诉你的，没想到你妈就是我销售部的王经理，这也太巧了。你碰上这事，不跟你说也要说了。那行，这次我就原谅你。那只准这次啊，不许有下次了。行，倩倩，你放心，以后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而且这一次也不是有意骗你的，你也要理解一下。行吧，看到你那么诚恳的份上，就原谅你。我去给我妈做饭，在这歇着吧。行，这样我给你打下手。